时髦与工作，也不忘透过社群与粉丝们分享日常点滴。日前他发文表示，打电话给银行的客服人员时，不论自己询问了什么问题，对方总是回答我不知道，这让他感到一头雾水，而且也没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因此只好发文分享此事，并无奈地表示，你不知道难道我会知道吗？还在文末写上不可思议，似乎对于客服人员的举动感到相当困扰。新闻曝光后，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是哪一家银行，但吴怡佩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说明。也有粉丝有过相同经验，无奈地表示有些客服回答问题时真的是鬼打墙。所以有网友搞笑表示，吴怡佩难道是问了客服有关微积分或是有机化学的问题，对方才会这么回答吗？真的是太好笑了。you